一共是25.5块。小柔，啊，一共是25.5块。哦，我手机没带。没事，我帮你付了吧。哎呀，不用，算了吧，我拿回去吧。别，我帮你付了，明天还我就好了。嗯，好吧。哎，宇豪，你手机能借我打个电话吗？嗯，好，谢谢啊。谢谢啦，我叫瑶瑶来这边找我。好，好吧。那我走了，明天把钱还给你。明天见。好，都认购。需要时间，10分钟之后拍下一场。小柔啊，如果你确定要买 iPhone 的话，我推荐你买一个苹果的这个 AirTag。 那是什么玩意儿？苹果的防丢器啊。你看你半年丢了2个手机了，你再丢下去你工资都付不起了。那防丢器有什么用啊？别人捡到了不还是给你拿走了？防君子不防小人呐、啊、那世上还是好人多。你看我给你讲讲这个怎么用啊。AirTag 可以绑定一个 iCloud， 如果你丢了的话，可以通过手机定位 AirTag。 所以你要是为了防止自己的手机丢，最好的就是绑定在我的手机上，然后把 AirTag 挂在你的手机上，如果它丢了，我就可以帮你找手机啊。它有蓝牙定位 iPhone 的能力，就是如果它旁边有 iPhone 就会一直定位。最好用的地方是只要你足够近，你就可以按照它提示你的方向去寻找了，并且可以让 AirTag 发出声音哦。是有查找功能吗？你直接找我手机不就行了？你才丢了手机啊，那手机不是关机了吗？哦，对呀、啊、那查找功能关机了是用不了的，但别人还真不一定知道防丢器怎么关呢、啊、我听不太懂，但我总感觉你逻辑不通啊。哎呀，你就相信我好吧。那今晚你要不要去？哎呀，明天要考试。你是个有理想的人。哎，宇豪在问我你最近在干嘛，要不你找他陪你。哎，别别别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喜欢他。好不容易有个人追你，你好歹你看一下。追我？追我的人还少？我往那50里一站，他不得多出一堆情敌来。美女加个微信呗。喂，瑶瑶，是你在微博匿名私信我的吗？我疯了，我没事在微博私信你干嘛呀？可是那个私信知道我昨天去了 Space， 但是我昨天就只跟你说过呀。我去，难道有人跟踪你？你赶紧把私信拉黑吧。好好，我现在就拉黑。但是我有点害怕。没关系，如果他再骚扰你的话，你就报警。嗯，好好，那先这样吧，拜拜。把钱还给你了，还是谢谢你哦。没事儿，以后小心点就好了。
还有少什么？少去一些不安全的地方，一个人挺危险的。哦，谢谢啊。你今天没上班啊？有点不舒服，小腹。你大姨妈也不是这几天呀？不是，从昨天开始就有点，今天更厉害了。那要不咱去医院看看？这不是请了假准备去吗？你说说你，你生病了还在喝酒，你还喝这种饮料，冰的。好了好了，不喝了，那你陪我去。好啊。正好又有事情想问你。什么事儿？算了，也没啥，还是先去医院看病吧。小心点就好了。宇豪在问我你最近在干嘛。还有少去一些不安全的地方。明天见。好不容易有个人追你，你好歹看一下。哎，小柔，你咋了？你昨晚又熬夜了。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行踪告诉宇豪？我没有啊。他问我的，而且他在想办法追你。追我就是给我发变态私信吗？啊，又来了。怎么可能是他？他那么老实。瑶瑶，你真的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，但是也请你尊重一下我们之前的友谊，不是什么话都能乱说的。我不是你女儿，也不是你的附属品，我恋不恋爱不用你瞎操心。我瞎操心？我也不喜欢被你监视的感觉。我是真的吓到了。喂，小柔，我问了瑶瑶你出什么事了。瑶瑶是出于好心告诉我你的遭遇，但是变态私信真的不是我发的，我绝对不会做那种事情，反倒我比较担心你的安全。喂喂，小柔，你还在吗？听得见吗？喂喂，小柔，
TESTV,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.